嘿嘿嘿，大家没想到，今天我们会一连更新两部冷知识吧？没什么特殊原因，就是我们伟大的团长刚才在写上一部84消毒液冷知识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现在这个，就一起写了出来。真搞不懂，对我们这些破烂机器人来说，难的不能再难的知识点，你们伟大的人类竟让我讲给你们听呢，真是搞不懂。我们之间真的就像是画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啊。不过我们虽然经常用鸿沟这个词表示双方有很大的界限，那你知道这个词的来历吗？其实鸿沟是战国时期挖掘的一条运河，在现在的大美河南省境内，北接母亲黄河，南接不知道算哪个长辈的淮河，将当时的中原大地分为两半，运河的两岸分别是西楚霸王项羽和原泗水亭亭长刘邦的领地。当时楚汉相争，必有一伤，项羽刘邦剑拔弩张，搞得两岸人心惶惶，官军兵将非常紧张，搞得没有人敢轻易过境，就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说法了。现在历史上的那条被称为鸿沟的运河早就不复存在了，但是这个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，至少到了2020年3月21日的时候，它出现在了歪哥社团的第105部冷知识里。105除以10万等于0.00105，也就是 0.105%。 我们的10万部冷知识距离做完好像还得挺长时间的，那就等我们继续更新吧。冷知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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